大家好，我叫李多利，我在里卡多巴尔马大学孔子学院学汉语。我要用中国话的材料和其他材料画中国画，最重要就是磨合纸。中国画技法包括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画的基本画画技法。我选择了画观音，第一个我用铅笔画画观音，第二我用墨和水彩笔画画它。我的未来规划是学中国文化，那我对中国画有兴趣，为了使色彩更加稳重和突出，画儿可使用水彩笔和水彩画，最后再绘图，重添加一些细节。我喜欢你们喜欢我的画，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发挥自己的专长，天道酬勤，谢谢你们。